在比赛开始之前，提醒一下场外所有运动员，将手机调至静音或者关闭状态。欢迎大家来到陶瓷杯2020富士台球大师赛分站赛武汉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一阶段13至20组第四场，1至16组第五场的比赛。下面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。一号台裁判员王航，运动员李国宪、徐天伟。二号台裁判员马冉冉，运动员任旭、胡希。三号台裁判员龙飞，运动员杨茹、高铎。四号台裁判员杜怀玉，运动员单梦涵、秦立文。五号台裁判员王瑶瑶，运动员丁伟、刘一坚。六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王攀、汪志辉。七号台裁判员李勇，运动员张晶、胡导。八号台裁判员张星星，运动员吴杰、韩刚。九号台裁判员韩新瑞，运动员狄振宇、杨海。十号台裁判员彭程，运动员朱张华、袁浩。十一号台裁判员刘金浩，运动员王晨瑜、窦雪。十五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孙梦龙、冯宇翔。二十号台裁判员曾烨宇，运动员孙宁宁、郑海涛。
裁裁判员侯玉国，运动员柳成刚、叶道佳。23号台裁判员张希，运动员梁晶明、张佳宁。24号台裁判员马红旭，运动员汪叶超。申思。25号台裁判员吴妍妍，运动员熊俊龙、吴成刚。26号台裁判员李亚丹，运动员张庆超、王菲。TV 台裁判员张少书，记录裁判员张建国、叶希夏，运动员关鹏、王胜燕。现在比赛开始。
Thank you.
三。
Thank you.